人生建构业小体量研究，这样神圣的新闻温情会开始帮助我们对付魔鬼了。请问你是不是有了机会？有任何机会，卖将我算在内。弟弟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滚！我要继续做无言牺牲。刘良已经死了五人，如果伊也要复活，刘良就全部死了，那就太无记得。你全靠自己的献身，在这种紧要的关头挑衅自己，太无公义气了。二哥，难道你弟弟是同款的意思？我说说说，您太过分了。让因离开吧，若是因无心帮助，就算强留也无意义。两在过去的情分中，连一个中分，三回都不可再回去。因为那个所在已经老熟，是要最老的熟也已出名了。我哥也是因为这个消息才来寻生的。大哥，我离开了，您护妻回去吧。为何变成这样？只剩下咱四人，剩下一千多，岂不是超乎？不必悲观，先找一处安心之所，再做打算。任何期待，我所可以用心。九盘山，九盘山，可是九盘山已经，注定是最危险。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魔鬼绝对了不及咱敢再回到此地。咱只要将出入口改换在后山，就安全无虞。那何时进行计划？暂时按兵不动，让我先冷静判断一件事。好吧，先生，我想冒昧请教你一事。我明白你想问什么。魔鬼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对付，圣母只是你找我并不错，但你尚未将圣母的潜心破析透彻。当你回到九盘山之后，我可以再深入解说给你明白。其实魔鬼不起，犹如遥远的彗星一般，光亮无比，但这种光辉却无法持久。一旦光芒隐去，将会化成灰烬而消失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咱行吧。副帮主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帮主回来吗？帮主，帮主，伊敢是死了？哪会回来？今仔日也毋是偷吃。我是担心你啊，因为死人那是回来。通常拢会刷到总管，脑筋就会变得空空，那就是被抢的。所以伊若有回来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我才会当替你设法排解。伊真正无回来呢，副帮主啊，你一路赶来一定真辛苦。八人军已经备好酒宴，嘛抢一壶上等的香茗来替你洗尘。哦，你真有心，带路吧，对家来，副帮主。副帮主，先饮一杯开胃茶，这是上等的铁观音。观音君，你哪会知影我今天的等，也事先备好酒宴，所谓礼多必重。你是不是想要害我？难道这地中有毒吗？我唔敢，我绝对唔敢。副帮主啊，哈，观音君啊，对你是忠心耿耿，绝对唔敢疑心。你若唔相信，我会当饮给你看。好，你饮。这真正要叫我饮啊？唔好啦，这是副帮主你的杯啊呢，那是去剥着我的嘴烂嘴。哈哈，不用紧张，我只是碎笑而已。我知影你的忠心，好，我就接受你的好意，饮到这杯茶。不过，既然是为我洗尘，就不应该由头革命，应该笑归上。
表示你的欢喜。是，有房子回来我欢喜，马上笑。紧张紧张紧张，这人生点到梦想灯会丧失机会吗？陈吉生是否能由伊的口中探出伊真正的身份？这种毫不秀，是难度是请家己苦等。为什么你来见我？请你向我解释。你欺骗了我数十年，难道你也要再欺骗下去吗？因公请休等你。你看又回来，而且叫你阴公，来者不信，信者不来。阴公在上，请受晚辈一拜。哼，你要敢来丧事，好，请阴公息怒，听我讲吧。我是特别来告知阴公你一件切身的消息。阴公团勇天下之乱，是天下之兴，重生之祸。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抢功的小子，自称门徒非门徒，向人家讲道，依旧杀人，这分明是向阴公你挑战。这号人物在哪里？在圣鸟坎，请阴公随我来。创世公人被阴公圣鸟坎，在坎边西都的神秘少年有什么心事？伊真正是针对创世公人吗？用火之精将会陷入君主联名的阴谋计策之中吗？九龙子死亡过半，用国所罗的中心大业更加艰难，用刀一笔发少年，谁才是圣母潜死之中的贵人呢？玉水楼秘密，九代之前的魔鬼斗争准备引发，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？无极天主摆渡所人人员，要以五桥红尘上托性命，五桥红尘会再相信你吗？要解开一连串的征兆，请继续多看我们的多的戏。霹雳红波第九集，无边的秘密。